有什麼想跟我們講？歡迎來到高Sir正能量，我怕大吵大家聽不到高Sir正能量。 我們講什麼話？什麼黑衣戶啊？有什麼想跟我們講？其實黑衣的人呢，大家呢，現在過年新蒸頭，大家呢，就不妨除下你的黑衣，換回件白衣或者紅衣或者藍色衣，跟家人拜個早年，或者跟家人做回個團年開年乜年都好啦，大家就放下一切所有政治環境政治的問題，一家人開開心心度過呢個農曆新年呢，最緊要就是。 系嘛，黑衣户就即系翻屋企过一年，同埋咧最紧要照顾啲病人。咪就系啦，就系咁啦。喂，何志哥，有啲咩同啲黑衣户讲啊？黑衣户啊，记住啊，即系我唔系红黑衣户讲，我普通话讲。记住几个名，邝宝仪，跟住咧记住马仲仪，即系呢啲人咧冇人性嘅，系咪咁简单啊？即系你有医疗训练喺仲喺危急嘅时候。 你借头借路就话罢工，借头借路就临阵退出，咁啊咁其他香港人咁点啊？系咪啊？即系你哋平时政府并令到你哋咁高批，但系喺呢个时候要养兵千日用咗一时，你哋就弃兵曳格啊，系揾诸多藉口啊！喂，其实咧，我哋成日喺度谂咧，之前香港政府喺度讲咩？ 所有人都免医疗费依单嘅，喂，我喺度谂，屌，我哋做唔成国际金融中心，做国际医疗中心咯，咁嘅意思啊嘛。系，哇，有啲意思啊。讲我谂咁啦，都分零钟啦，差唔多啦。总之大家咧，即系我觉得绝大部分医护咧都会承上承担责任，得嗰几个出晒名、出晒样嘅，我哋记住佢。啊，即系呢啲人要钉喺历史嘅耻辱柱之下。 佢哋係香港支持，抗保爺，發聲。香港支持，嗱，我哋俾埋阿可晴啊，俾妻結啦，嚇，同我哋黑衣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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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我哋俾埋阿可晴啊，俾妻結啦
啦。請記得訂閱肥仔嘅 channel， 請記得訂閱。我成間又成啦，需要訂閱呢個。訂閱佢得噶啦，拜拜。喂，你改翻兩句啊，黑妖啊！好，請記得訂閱李子敬同埋肥仔嘅 channel， 訂閱訂閱 ，OK。拜拜。拜拜。嗱，啱啱咧，高 Sir 咧同阿何志剛啊、阿梁思韻啊、李子敬啊、肥仔傑啊、可晴啊、阿陳詠欣啊，跟住詠嘉啊，佢哋咧就啱啱開年，我哋 KOL 一百咧就食咗餐開年飯。咁啦，啊，即係講起黑衣護，大家咧都非常之憤怒嘅。咁啦，咁啊，即係當然啦。咁啊，頭先阿何志剛啊、黑超哥啊，佢哋咧。好多都講曬啦，嗱，但係咧，高 Sir 不嬲咧，除咗係講之外咧，仲係行動派嚟嘅。嗱，行動派點解你話我哋叫連登仔或者 Telegram 嗰班黑暴咧咁憎高 Sir 咧，就係因為咧過往高 Sir 咧都做嘅嘢咧，全部處處係針對式，同埋係希望係有一啲智慧去針對佢哋嘅，例如係國旗，係咪？國旗咧，佢哋喺八月份嘅時間抌國旗落海咧，我第二朝掛翻去，係咪？咁啊，跟住啦，佢哋貼連龍牆，我就發起青年快閃清潔大行動去清咗佢，係咪？做到依家都日日咁做啊啦，啲義工。咁跟住啦，佢去塗污烈士碑，係嘛？喺8/9/17啊。希望是9/18宣示政治，我在9/17夜晚黑深夜高 Sir 都入到去發起快閃 去整理翻去，跟住啦，成日話啲假新聞啊，佢哋咩民間記者會啲 stupid 嘢，高 Sir 發起人間記者會去打殘佢，去講揾啲苦主出嚟去講出事實，咁對付黑衣護嗱，高 Sir 唔會淨係得個講咧，唔係高 Sir。高 Sir 講同做，再加行動部署策略去混為一體。高 Sir 啱啱喺今日喺 Facebook 建構咗一個咧
香港黑心醫護名錄啊，係啦，一個 page 一個群啊，咁咧就去加入咗一啲咧，我哋叫啊。志同道合啦嘅人士，就希望咧透过希望佢哋 share 一啲咧啊喺啊身边嘅朋友啊或者係身边见到一啲咧黑医护佢哋罢工，或者佢哋咧去煽动啲人罢工嘅时候咧，将呢个名录摆上去，佢将个名摆上去，咁跟住啦摆落去系乜嘢，跟住啦哇可能系边间医院啊嗰啲，咁咧高 Sir 咧跟住啦就会集合起来，跟住会做啲乜嘢，会登报纸，让我哋香港人，唔止香港人啊，全世界话俾你听，高 Sir 讲得出做得到，全世界嘅人去知道佢哋有几咁黑心，有几咁冇医德，同埋几咁冇良知。呢样嘢话俾你听，黑医护，我话俾你听，我一定会做。咁啊，当然啦，高 Sir 去行得呢个行动派嘅时候，咁都会遇咗有危险噶啦。咁今年咧，即系高 Sir 都即系大家讲犯太岁，好多即系会招来咧好多嘅野祸师，即系啲即系大师啊，去同佢讲：喂，高 Sir 你收下口好喎，咁会野祸喎，系嘛？咁但系咧，高 Sir 咧即系都决定啊，为咗国家，为咗香港，为咗我哋香港市民，我都系坚持落去，我。讲同做，用行动，我都会去希望咧系保护我即系我爱嘅国家啦，我爱香港啊，我爱嘅人，我朋友，我啲义工会友，我一定会做。咁所以咧高 Sir 一定系义不容辞嘅。咁希望咧大家咧就踊跃啲喺个群里边咧。就支持一下，咁同埋咧，將身邊所見到咧有啲嘅黑心嘅醫護啦，我嚟去將個名字去整出嚟。咁但係當然咁嗰個咧，希望咧大家嗰個都去支持一下啦。咁希望嚟緊新嘅一年期望啦，大家都可以係一切安好啦，同埋咧嗰个一切咧都系嗰个香港咧嚟紧，即系可以好顺利过渡嗰、那个我哋叫即系喺个肺炎里边可以顺利度过啦。咁希望大家都唔好放弃啦，高 Sir 都系噶啦，见到咧一啲嘅唔好嘅嘢咧，都系搣嘅吓，系啦。咁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咁亂貼嘢啦，那個希望大家加油啦嚇。係啦，咁希望大家咧都係保持地方清潔啦，同埋咧最緊要咧係保重身體，注重個人衞生嚇。咁高 Sir 咧今日分享到咁多啦，咁相信有何志剛啊，有黑超哥。又有李子敬，又有可晴，又有肥仔杰，相信咧大家咧都会满足噶啦，好嘛？咁加油！咁啦，當然咁即係一路行啊！我覺得咧，市民咧一路行咧，可以做到咩？一路行就一路搣咯。咁當然我哋當然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底下啦。咁不過咧，高 Sir 咧就係嗰個正如都係一樣，即係嗰個就算唔安全咧，高 Sir 咧即係都會有少少威脅嘅咁繼續一路行地又一路搣咯。當然啦，去到去到尾段咧，咁高 Sir 彩蛋咧都有啲彩蛋嘅。咁彩蛋啦就係講咧嗰個我哋講雖然咧
有好多嘅黑醫護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咧香港咧都仍然咧有好多好多咧嘅良心嘅醫護嘅，咁佢哋都係一路都好堅守住自己嘅崗位啦，咁同埋咧嗰個一路咧都係為我哋市民服務嘅，咁喺度再次啦向佢哋致敬。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嗰、那個高 Sir 咧見到咧今日丹麥啊有一個報章去報導咗話嗰個話嗰個咩話即係佢用咗我哋嘅中國個國旗啊五星紅旗，咁跟住咧就係去鋪咗一啲即係惡搞咗啊，將呢啲細菌啊將五星紅旗咧就做嗰啲細菌來，咁呢個咧係非常之一個不敬嘅行為，同埋一個咧去侮辱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一個行為嚟嘅。咁喺度啦，高 Sir 亦都要再次去譴責，因為即係呢個行為咧係極度不對嘅，係嘛？咁即係我哋成日講要尊重啊嘛，係嘛？所有嘢咁就唔好去做埋呢啲咁嘅行為啦，咁再一次，咁高 Sir 咧，希望咧大家咧，即係我哋講國與國之間咧，最緊要都係互相尊重啦，同埋咧，尤其是譬如我哋自己本土啦，即係中國裏邊，即係中國人同中國人都要互相去尊重啦，好冇？咁高 Sir 彩蛋去到呢度啦。